你看你还带了个娃娃，娃娃咋办呢？万一让撞上怎么办呢？原来老太太呢是延边的，附近这个村落的居民发现呢高速公路上呢有很多这个野菜呢无人采摘，所以呢就带着孙女呢上到了高速公路上。那我跟他进行安全教育，并和同事一道呢，用警车呢将他送回了这个家中。 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